开始摄影。其他的都是都可以专心的 action。然后因为我等一下还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大概就只有我开关就在这里。最终呢，我大概比较出力的，大概是像金刚之类的。但它其实会卡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打斜啊，我提着教官顶着进去打斜，所以进去的时候受力方向有改变。小哥说换神子，应该好好改变。啊？他说他希望换神子，不会变，他已经知道。换神子其实不会变，只是减少它的弹性。助理尾牙的时候放给大家看。对，那个是热射，然后那枪是从金工拿的。啊，这样。不是太难说吗？他们走了。好帅啊！我们刚刚在讨论为什么亚诺会拍平民捕获鱼跟啊，这平民啊，对，亚诺怎么会开出这么平民的食物呢？这不像他、啊。我也喜欢吃捕获鱼跟，所以我就点了。就亚诺是不是最近遭受了什么打击？想太多，不是的。帝王食物，他居然开出了。这么平民的食物，而且他本人还吃土豆鱼跟米粉，太平民了吧？那不然那个人点什么？那个人能点什么？然后就是，原来亚诺发草是有很高级的松露酱，然后加到土豆鱼跟米粉。就是这样，人家是。我蛮好，这样说圣品，那你用了怎么没收钱？哦，那就叫陈颖说啊，陈颖的学长，把地上搞了一团乱。我想说，他们好像喷一喷，打包就走了，这个就留着，这样不行啊。然后就看到那个，然后收到一半，然后陈颖走进来，我就丢在地上，学长。
该不会没有下线的吧？什么？干，这没下线的。无下线咒术。我要那个，你要做下线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那我等下就取消单了。你等下开那个十二国。干，完全被我料中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刚说亚诺会不会就是在测试我们这些平民？对，等一下他就会突然开一个十二。为什么他不接单吗？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就是开玩笑的。刚刚他们在还是你自己把他退掉，然后假装他不接单，就说我只是想要看看。就是有谁是我的朋友可以？你们这些平民，好，你们这些贫贱的家伙，然后就把单子退掉，变成十二国，真的很无聊，真的够超恶劣的，而且是很无聊的恶劣。不要有人这样做、啊，笑死。圣平呢？还放。不管是谁，我都会讲一样的话。没错，我是刚好今天是我，都录进去了、欸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这个对话还是会保留十年。阿璇，你想要花多久？你要想要花多少钱买走？玩流氓啊！看来只要enjoy辞职哦，还好。快死！应该开心的是我们讲完助理才走进来。我还是会帮你保留一些形象给学弟妹的。谢谢。说出这句话代表没有形象，你知道吗？他软最认真勤奋。大家看他手。感觉我哥八七出最。那东西还挺什么东西？海山最爱和平。哥八七出最，头发最多、啊。对，哥八七出。海山头发最多。习近平最不喜欢怀念别人。我是长太多了。没有，我可能有找到。制造金子的工厂，对，故事工厂就是专门制造故事的工厂。对，主工厂制造金子工厂，不错。金子，木工工厂就专门制造正好板。哈哈哈！制造木工。哈哈哈！搞复制的。美少女梦工厂，做美少女梦吧，做梦，哈哈，做梦工厂 ，DT， 做美少女梦，一人常做，是不是可以开了？你现在没有移动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你再去看一下。
peace。我觉得很不错啊，今天竞选也是有那个，也是有爆款。对啊，搞笑爆。竞选一直都有爆款。搞笑爆。你可以啊，我在这车。好，那我现在也可以。但是我那是绿色的。绿色是吧？然后墨绿色。我要黑色的，黑色也可以给。我用黑色现场，反正也看不到。顶就一直直直。完成了。You did it。要往上10.14。然后回去改那个东西。往上改，然后等等等等。双模。这个是在哪里？啊，我找到那现在用小铁。我刚刚看到一个平板。就上面对不对？就24的灯吧。我觉得应该在你值班点。保留下的灯吧，在你值下。那点过了。